接下面呢、哦，我会稍微分析一下它的优缺点。现在就不用讲，就是分析啊、哦，这个就是慢频式的，刚刚有讲过，啊、哦，就刚刚有讲过。其实这个资料都是妹妹兄给我的，啊、哦，好、哦、再来啊、哦，那我为什么用就轰鼓这两个，要用动的那个形式啊，动的那个，嗯，好、哦，这样，哎。为什么这样跳？有有有在动，有在动。不，那个不漂亮，太小是不是？太小。哎，等一下，跳下去。哦，这个，好，这个。我这样看起来才15了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命这个“轰鼓”这两个字啊？以前这个鼓风机啊还没有电动鼓风机的时候，帕提亚金是用什么？这大家有没有看过？脚铲。哦，你们回答就表示你们年龄有某种程度。那我问了啊，我在那个海洋大学问了哈、哦，大概没有几个可以举手，但有几手都以。这样子，那都是老教授才敢讲，因为透露他的年龄了嘛，哈。其实这个海浪发电呢、啊，我发现这个海浪的力量能量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动脑筋。我当时非常自信满满，因为以我的机械与电机的基础啊，哈，这个两三下就可以设计出来。结果一踏入啊。越发现越大困难，花了大概4年多还想不出一个方法出来。不过这个4年多也没有白花的，因为我后来我到国外去访问的时候，就刚刚孟平兄展示出来那些啊，他们就会放，哎，我这一套的优缺点在哪里？我们马上就可以给他点出来。也就在4年中当中，在头脑里头印的，就想过的啊，绝大部分都想过了。想到放弃了，才想到说，哎，那讲来去帕提亚根不是有这样子啊？啊，所以我用这个原理，当然也有去试几个啊模型，先去试试看真的海上。第一次呢，浪一来就全部打掉了，哦，那第二次更坚固一点，所以它就大概停了五分钟，也是被打掉了。不过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海浪的脾气了。所以我就用那个体会到的去写那个申请发明的这个内容，好、哦，那么我第一个就是丢到美国，我也提供各位参考。我经常到学校的时候都把这个经验提供给这些年轻人，因为他们年轻人也会经常要去发明啊、哦，以前。网络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，你要了解国际上我们在想的有没有跟人家一样是非常困难的。但是呢，你丢到美国的时候，他会丢一大堆的资料给你，啊，你这个已经跟人家是有什么地方一样了，哦，但是你看了以后呢，你能够再反驳过去超过50% 的新的创新的话，他就准你了。不像我们国内是用6字真言给回答你，好、哦，他也不给你说什么原因，大概超过不到8个字或12个字就反驳给你，好、哦，结果呢，连一个字都没有反驳的，11个月就准了。发明是平常是大概要3年，平均3，他竟然是11个月，我就发现说，哎。真的是好像世界上没有我这种理论的样子，那我们国内也相对的准了，大概10个月左右。好，这个原因是这样来的。那么为什么这个解决了所有就海浪的恶劣的状况的原因在这里？第一，波浪推动的就可以了，也可以，我来感受了。看右边这个。哦，不是这个，还有那个红色的，就波浪推动浮筒啊，带动这个风鼓，
就波浪就是在这里，啊、哦、啊，直接就的，等于说我简单讲，就波浪是我们的握手哈、哦、啊那个这个浮筒就是那握把，那这密接接触的话，这样推动一点点都没有浪费掉，啊、哦，那再来可以将不同浪高之能量透过风谷将空气储存于恒压磁系统。这个恒压磁系统等一下会再特别的介绍哈。那恒压磁系统呢，可以提供稳定输出气体来推动我们的发电机。好，发电机它最讨厌给它一下子快一下子慢，它最讨厌，所以就效率也会不好。好，那这样呢，模组化的结构设计可以量身定做。刚刚大家都看过论文中的介绍哈。我们这个是不是比如叫苗条好看？好，所以这个造型啊，比人家苗条好看，可因应不同海域的浪况来取得有效的能量。好，那这个波浪发电的原理再简单讲一下哈。这个本身是波浪嘛，哈，然后呢，怎么样来让它我们跟波浪的位能一致？就表示它的效率最高的100%浪是最高的，那是不大可能，等一下就知道了。那把它位能变成能量呢，把储存在这个恒压磁系统，然后释放出来推动涡轮机，就变成电能，就波浪发电的原理是这样。好，这个总共有9个发明，有七是吧，有7个发明，有9个专利，还有7个是主发明，2个是新型，所以就这样子。好，那拿到专利了怎么办？刚刚有讲过100个专利了，不到有一个 project 可以成型变成东西的话，那我一生都是在创新的、啊，大概有70%都可以变成商品，还有外销出去。所以我不愿意把这个发明变成价值上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是想说，哎，怎么办？怎么来试验？一下子到那海上是不可能，凭我们还有也没有办法测试出准确的，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找到国立成功大学。它这个300公尺的断面，是到目前为止，我今年去听演讲，他说这个是全世界第二名的海草，哈、哦，可以造出跟波浪完全一样的，这是不简单。那好了，找到可以帮我们试验的，但学术单位要实验的话，没有政府的认证。他不大敢帮你，好，所以我就也向经济部去申请一个什么啊科技小型科技专案啊，叫做 SBR， 大家应该知道。那他也不大大方了、啊，他第一年说你这个理论到底可行不行，会不会动啊？他就给你1年的时间。他就给你一年的时间让你试试看，结果我1年就把它从里造出来，还有让就水槽在那动，一动起来就超过90%的这个截取的能量。他说哎，这高音在那里一年就给他准了。所以第二年呢，他就很快就准我2年了，这个叫做研究开发、哦、那我就尽量去想办法，哎，它这个水槽有多大，能够产生多大的能量，哦，我就尽量把它做到会全部把它吸收起来的这个容器大。但是呢 ，SBR 补助是那个钱是非常少的，大家学术界都说不要做那么大了，你再多花好几倍的钱呐、啊，哈、哦，大概做那个1/4，像玩具这样去试试看就好。
但是我们企业界的人不会这样做。哦，你这样做学术界可以，但是我们企业界很快要把它变成商品化，你不还是要去做发展，所以我就尽量把它放大到它能够接受的能量为止。哦，那这样花了两年多的时间，我也把它完成起来。好，哦，也结案，所以他们也认为好像这个企业业界好像能力发展很强的样子。好，大家看看，就是在水工所这个水槽这么长量300公尺，还在这摸没摸机咯。哦，那个太阳带大，他们都在种植，我非常敬佩他们这些团队。哦，不要看这样子哦，其实等最后一张会看到，我们是在工厂里全部把它装起来以后，他们这些工程师会到工厂去做实习，怎样拆怎么装，然后学习好了再把它拆掉，然后在这里装。哦，非常辛苦。好，装好了就是了。有没有是不是这真的海浪？ 哦跟真的海浪有没有很像？是这样子，这个是啊，跟拖上去的，然后传到这个五压水系统，那从五压水系统释放出来这个有波轮，这个是7千瓦的发电机，你会把它推动而发电出来。啊，它会一动一动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造波啊，它大概标准能够起它大概2分钟的非常标准的能量出来，去计算它的数据。好，大家从这个表就可以知道我们在水工所在试验这个多辛苦。这个是大家知道哦，这个表是在最后认为比较达到我的理想的这个数据，这个是在3400公斤的压力下让波浪去推它。哦，我们一下子不敢用这么重，大概从200公斤、400公斤慢慢增加了，但每增加一次，就最后这一次了。啊，所以每次都要做这么多的这个测试，因为我们海上的波浪大概周期跟波高就这两种。哦，那周期呢大概2秒、3秒、4秒、5秒、6秒、7秒、8秒，我们台湾大概最普遍的平均最多的是6秒一个周期。那波高呢，因为这个水槽啊，它最高只能到1米高度，所以我们就起大概0.8公尺，不敢到1公尺。哦，有时候试了一次1公尺，结果坏掉，那么造波机坏掉，一坏掉就要花到2-3个月。哦，因为这是从波浪来的。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证明两件事情，我这个结构。第一，我周期2秒的时候，那波高0.2公尺的时候，它的截起的能量有97%。这个是损失的，这个是损失的。好，那到0.4的时候，它还有96%，好，只是0.4而已。但是因为周期太短，没有办法造成太高的那个波高。那再来三秒的时候，它就可以做到0.6了，还可以有94%的这个效益。啊，那五秒、6秒，哦，那下一个可以做到7秒、8秒，哦，那从这里可以看到哦，8秒一个周期的话，那个波高0.78的时候，它还可以截取到88%吧，好，88%的效。